抬高看到个样子，黑西竹地过去的一条路当高，两边种满个兰花，兰花黑颜了俺们竹老种最喜欢的一种花。抬高回忆看那个花，阿雄原来还真给你那么子仔细看过两个兰花，怎么你看到还真漂亮的？俺们跟到两个楼梯上去，正对面就是俺们竹地竹老种原来出过的屋哈。阿雄怎么你还特次过了亮亮？亮亮起好多年哦，抬高丢去老参观的。抬高跟到阿雄的尽头，俺们西屋地包看一下。哦，亮亮一路了，两的屋地包丢去。很多两条老物件哈，像两条老物件原来都是俺们客家人用过的，因为移动量大嘛，还有30多万客家人住了种几海客家人，有没得移动大体的客家老乡，你能说到阿雄的视频，可以查视频带哈，为俺们介绍一下两个住地的故居嘛，因为阿雄还是头一次老对两条不太了解，所以希望俺们移动大体的客家老乡说到两个视频了，可以为俺们介绍一下，亮亮好多两条老的家具，都是原来俺们客家人用过的。你看亮亮嘛，亮亮有盔盔，有铜，还有一个犁田的，两只就是铜壶。俺们客家人阿讲汤哈嘛，啊，汤哈一般是一家人吃两吃饭啊，或者老人了聚会一个地方。汤哈正中间一般还摆到有俺那个神位，那个神位都很有讲究的。特别是吃饭的时间哈，屋下的装备一般都要出300位，300位就是正对着神位的这位置。赶紧再看哈两只房间，两只房间地包的布局，而且原来俺们一只时代的客家人出过的，看两地包的床啊、桌子啊，都是很老实的哈。你们原来出过两种房间的吗？两只就是住了种出过的房间哈。阿雄写的时间都出过两种房间。屋大门亮亮还放一只水缸，原来俺的屋哈用的就两种哈。副亮亮还有两间喂猪的地方哈，像原来俺的客家人都有副屋，副屋去喂牛啊、喂猪啊、喂鸭啊、喂鸡啊，像两个去喂猪的，看嘛，喂猪喂牛，都有两个草草，那个草草都是石头做的哈。俺的起的梁子，再看一下猪的个屋是哪个样子的，你看边边亮亮。总有好多梳子，还把俺娘还有在烟筒，还记得俺娘看到你好多屋大门都有梳子烟筒，特别是两个油纸梳哈，大家看一下嘛，娘娘头总黑我，还记得俺娘写的时间，哪个屋大门还种那么多油纸梳，还给那么多油纸，你娘出个地方后面两种样子啊。最后个时间俺娘再查朱德的老屋大门，娘娘何在影留着念，多谢大家收看，俺娘下个视频又见。